一笔棒来换多少钱下去？跟小阿姨那边领东西还给我们，还给我们啊。因为他没有办法设对设定，其实学校那边的材料他对他就领可以设定的来，然后还给我们换同等价值，看你换多少。他钱从哪里来啊？他其实他有一个专科啊，有一个专的代号，哦，他有一个特别代号，很勇敢的。这个出国应该很好吧？对，很简单啊，没事，例行公事。然后下去就被，不是说那你觉得被什么？以前都会溶解。我说哎，你说啊，你出钱啊，你买啊，那也很贵。我说很贵，要不钱哦，收工钱啊，对吧？赚外快啊！我带一百加一支棒。赚外快嘛！我帮你剪啊，你说。对啊，赚外快啊 ，OK 啊，看你开价。开玩笑，欸，你说你第一天你有想要抽成，我抽怎么抽啊？对啊，赚外快嘛。抽成。那你去到底是住他口袋，又不是没错啊。那我为什么我要帮你减？那你节省成本，然后用人力，然后去赚你口袋收进去。那我这个月也要抽单子。对啊。然后我们人力帮你领掉。好，要是我们下谢婉君绝对会跟我讲这个。平时我要。哎，你没讲，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。你谢小姐一点来那个算了，为什么我要做？我们只会说我们不要做，我们不会说我要做。我们没有想到那个。没有，谢婉君知道我会熬他，然后他就会说：“那平时我要怎么样？”也要做行李。不要变啊！对不？那你想变，你早走过来哦。也要做。他知道我会说好，他知道我会说好，所以他就会熬我。哦，好，我要跟着他说。哎，你说了，我后面我就受益，谢谢你。我最会说这个，我只会。没有，那天好笑，我就说虽然已经我没变的了呀，哦，那你要减肥的吗？说不用了呀，我现在是学姐，所以我不用减肥。因为我们下面有两个新来的妹妹。那不是自己减自己的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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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说因为我们不是固定跟某一个人，这是有 take 嘛，就有人专门减肥的，有人专门做棉球嘛，跟你以前比较像。他说可是我现在已经升格当学姐。那他做什么？领料。哦。对，因为他安排领料、排单这些事情嘛。啊，妹妹不会用这个啊，而且妹妹做手工嘛，然后她做那些比较基本的工作，也不错啊。不过我们现在 Tito 没有 leader 的加级啊，因为我们不是小科的 leader， 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他加级啊。他自己调整，他自己调整，还蛮好玩的。那天他跟我讲。平时我已经升格当学姐了，以前她都是学姐加学妹，对，你在全包。